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全新的一款耳机产品，它是我们最新研发的 FH7。那么 FH7 是基于我们 FH5 成功之后的又一款精心研发的一款一圈四铁耳机，也是一款兼容性非常强的耳机。它具有低阻啊、高声压的一个特点。它是由一个13.6毫米的皮整磨的低音动圈和两个楼式的复合中音单元。两个复合高音单元构成一圈四铁。那么首先这款产品呢，它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啊，就是大家演示一下，就是一个可更换的一个导管。这个功能呢，其实也是在我们的调音的过程中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一个情形。有时候啊高音会亮一点啊，偏亮一点，那么我们齿音就会多一些。有时候呢中音突出一点，人声定位就靠前一点啊。每一个人对声音的这个理解和辨别能力，包括听音习惯都是不同的啊，所以的话我们就采用了这么一个更换音嘴的一个形式啊，让我们的用户能够有更多的声音的体验，花一份钱来换得更多的多种的一个听音的感受吧。然后调音方面呢，我们的声音是在 FH5 基础上啊，相当于做了两端的延伸啊，无论是向低端的下潜的延伸还是高频的延展啊，都是做的比较出色。那 FH7 呢，第一方面的话，我们仍然采用了一个我们 FH5 的一个专利涡轮专利技术。那么这个专利的核心它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通过加长的螺旋管道啊，相当于是一个机械滤波，滤除了我们动圈多余的高频部分，这样的话可以让低音更加的纯净和自然，然后让动圈与动铁的声音的融合度更高。另一方面的话，就是通过声波导管能够提升声音的那个质感和让它下潜能够达到更深，这是我们的一个专利技术。那么在这款产品在超高音方面啊，我们也下了一些功夫，我们把它那个超高音安放在一个管道的一个开口的位置，这样的话就没有任何的阻挡啊，可以近距离的贴近耳膜，让你的感受前所未有的一个超高频的一个灵动和细腻纤细的一个听音感觉。那么从频率响应曲线上面可以看到，超高频的这个衰减也是从15kHz开始缓慢的下滑啊，大家可以跟市面上啊其他品牌的一个圈铁的一个频率响应做个对比，就很容易的发现我们的 FH7 的在超高频上面的一个延展性上面的一个优势。那么整个耳机给带来的话，就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低音的下潜，它既有真实啊，又有力量，然后呢还会带来一个震撼的一个听觉感受。中音方面的话，就是我们的动圈和动铁是融为一体的啊，人声定位非常准确，声场啊比我们 FH5 基础上和更加的宽广。那高频的延展性方面啊，性能也特别的好，空间感十足。交响乐器现场感也非常强。那么这个耳机无论是放流行音乐还是交响乐以及各种纯音乐器都能够有出色的表现，欢迎大家试听。